云已经慢慢的变亮了，就象征我们今年呢非常的光明。好了，大家心愿气球已经写好了吗？我们准备，请摄影朋友，请媒体朋友把你们的摄影机准备好喽。那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来到，我们来倒数好不好？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真的很特别啊，在 Facebook 上面把它打卡，说我们有来到我们新北市栋寮三貂桥。